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在这里呢，球王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妈的多重宇宙》不负责影评。今天要聊的关于说《妈的多重宇宙》。 的电影影评，这个电影听起来好像在骂脏话，但是其实不是，它真的叫这个名字。这部电影呢，在国外开出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甚至在首周全美票房还登上冠军的宝座。之前在台湾的金马奇幻影展，它是所谓的开幕片。 一开麦就是那种秒杀，那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呢？今天来好好聊聊。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不免俗的来介绍一间餐厅。讲到这里。 跟大家闲聊一下，大家到底觉得说我介绍餐厅好呢，还是大家已经有人听你的餐厅，就觉得说可以闲聊一些私事，或者是介绍一些有趣的事情呢？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小建议，因为单独每天这样子在跟大家闲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可能久之后就会腻了，所以还蛮好奇大家的想法。大家不妨可以去 IG 私讯给我，或是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给我指导一下。 好了，那我今天要介绍的餐厅是位于中山站的一间早餐店，叫做梦露咖啡。它的梦露呢，不是那个玛丽莲梦露的梦露，是做梦的梦，然后是梅花鹿的鹿，梦露咖啡。这间位于中山站周遭的特色咖啡厅呢，我跟你说，你只要在中山站附近，你就打说，哎，中山站推荐早午餐店。 不管是哪个网站的文章，就一定会跳出这一间叫做梦露咖啡。然后那时候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欸、呀，他说哎它、欸、的分数高达四点四分，而且三千多则评论，想说这个评价应该算不错。那我说那就试试看。那实际就是我去见，但会做点功课嘛，就爬一下文，看大家都吃什么。 我查到资讯，大家去就是为了拍照，一定会点他们的大理石鸡翅。它的大理石鸡翅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有鸡翅之外，它上面的那个淋酱的 cheese，就像大理石的那个纹路一样，拍起照来你觉得想说不可思议的美，又邪恶，然后又漂亮。所以那个很多人就去是为了点这个。然后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三眼怪的抹茶欧蕾。那我今天去，因为我没有吃东西，然后去广说不想单点鸡翅。 我就点他们的早午餐，他们早午餐看起来是很澎湃，因为我看我进去之后，大部分其实点鸡翅的人不多，因为我觉得。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聚餐型的，或是学生就是喜欢约会餐厅这样。那我去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两两成对，或是一群朋友去吃。大家可能除非是很多人，就大家会点一个那个鸡翅，否则大家去就是想要吃个早午餐。那我就点他们家的早午餐，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有沙拉、法国吐司啊，然后什么意大利面啊、欧姆蛋卷啊、炖饭啊，就是蛮多种类的。那我点的是他们家的肉多多。 法国图斯的早午餐，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只有单点，单点完之后你就有折扣，五十块可以折饮料。如果你要点他们的套餐，就是再加一百块才会有一些就饮料之外的东西。那我本身就是就是点那个饮料折五十，那我当然就点他们家的三眼怪抹茶欧蕾，想说都来了就可以拍个照给大家看一下。那实际吃完之后呢？ 我觉得他的肉多多早午餐，我个人呐、啊，我给他的蛋非常的高的分数。他的那个炒蛋，我个人觉得哎很厉害，里面有 cheese，然后吃到那个蛋又非常的鲜嫩。那他的培根给的分量真的蛮多，要给四片大片的培根，给四片大片的类似它那个火腿。但是他们培根好吃，火腿我个人觉得嗯就还好。 我觉得火腿让我非常的失望，所以火腿我并没有吃完。那他们家还有、呃、里面内容物，还有关于马铃薯，然后还有沙拉，但它的分量吃起来是会饱的分量，因为它给你那灵魂来了。重点，这整个餐里面的灵魂就是它的法国吐司。你心想说，法国吐司有多多值得介绍？他们家的法国吐司有趣是，是它就是把一般的那个厚片的法国吐司对切切斜的这样 那边三角形两片。 它拿去炸，所以它的口感不是一般那种沾蛋液去煎的法国吐司，它的吃起来口感就是所谓的甜甜圈，而且它的甜甜圈就是那种传统台式甜甜圈，就是吃到你知道去那种夜市，或是你去那个啊、就是脆皮甜甜圈，它的口感就很像脆皮甜甜圈的口感，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他把那个法国吐司裹粉之后拿去炸，所以它的那个你知道炸的那个表面不是只有。 就是方形的外层，它是三百六十五度，整个都是那个脆皮，就跟吃我说脆皮甜甜圈一样的口感，就是这么的神奇。他们家的法国吐司是这个口感，那因为它有附一个小小的那个蜂蜜蘸酱，所以你可以那个蜂蜜蘸酱淋在上面吃。我个人觉得它这道菜里面的灵魂是这个法国吐司，其他东西除了那个蛋之外，我就是分数都还普普，但是吃到这个吐司，你就觉得哦。 有让你惊艳到，你想说，哎、欸，这個、吐司厉害哦，就是加那个蜂蜜，其实它单加蜂蜜就很好吃，其他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配角，但是我觉得那个火腿，我真的是，我 I don't like it，其实。 那个培根 OK，但我下次去我可能就不会点这个，我可能就会点其他菜来试试看。本身我觉得评价上面它的这样的价格大概要三百块，就是单餐点的话不加任何饮料。那如果你要加饮料或话，就我刚刚说你要加套餐，或是你要折五十块。所以我觉得吃下来也是不便宜。整个里面的装潢就是已经它已经不是那种就是刚新创的店家，所以它也是一定有点历史。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店家它还是拍起来很可爱，但 他就是不是那种这一两年开的店，你很明显知道说他已经开一阵子的这样。 我认店我比较定调是那种情侣餐厅，或者是你是一群朋友就是要一起约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大聊天，它就是这样的存在。而这家叫做梦露咖啡，位于中山站的早午餐店，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详细的资讯呢，我要放到其实你应该的线动二十四小时之后呢，会放到呃早午餐的栏位去，然后大家可以按图索，继续试试看。 讲到这里，如果还在收听的你没有去加，其实你应该的 IG，快去赞起来。虽然我没有要逼大家，如果你真的没有在用 IG，我也不会在意。只是说，如果你本身有在用 IG，不妨去按个赞吧。只有一些相关资讯才看得到。好啦，回归正题，今天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不负责影评。它有什么好看之处呢？我们现在小小简介一下这部电影在讲什么。这部电影呢是在讲说，由杨紫琼所饰演的一个女主角，今年五十五岁。 然后他是美国华裔移民，那她就是在一开场就告诉你说，她就是真的很忙碌，她管理一间洗衣店。然后她老公就不停的在旁边碎嘴，又遇到她女儿就是已经去，要出轨，但是她出轨就是选在她公公，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公公的生日大寿这一天，她想要在今天，然后跟她的就是阿公坦诚这件事情。然后加上当天她又要去呃办税务的问题，因为在美。 国嘛，他们就，呃，做一些叫要节税啊，所以他就整理很多资料。当天就是既要帮公公办生日，然后女儿又跟他吵着说他要出轨，然后他又要去那个税务局解决税务的问题。 而这个税务局里面的那个办事人员呢，其实就是有杰米·里寇蒂斯。杰米·里寇蒂斯呢，有个难念，反正他就是简称杰米。杰米其实就是那个月光光心慌慌里面的女主角，她在里面就是嘎了一个女配角的角色。她在里面就是等于是跟这个女主角有点百般的刁难，算是站在一个对立面，就对。那在里面呢，就他们去办这个税务的时候，她在电梯里面突然，她的老公本来就是一个不是生产的老公，突然。 就是感觉被附身还什么之类，就开始跟他讲说，我们感觉现在这个宇宙，呃，其实我我就听到另外一个宇宙的呼唤，说，呃，就是你是这个救世主，他就说这个女主角是救世主。我们现在这个宇宙面临一个，呃，世界要被摧毁了，只有你可以拯救。那我们莫名其妙是个家庭主妇，然后每天就是在顾她的那个洗衣店，但突然被赋予一个这样的重任。大概剧情走向就是这样子。那到底有什么好看之处呢？ 第一点就是这个剧本真的是我觉得很很厉害，同时也很荒唐。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很多爬文、很多影评就在讲说，这个导演、这个编剧到底是。 吃了什么东西，到底刻了什么东西，才可以写出这样的剧本？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哦，我真的是没有猜到他是这样的走向，我真的没有猜到他给我来这招。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不停想说，这是我真的，I can't a k e it，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切，因为他的剧本真的是太离奇，就是太猎奇，然后又很荒唐，又很爆笑。他有很多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剧情安排，但是他就把它凑在一起，但是他竟然找杨紫琼来演。 这个角色，同时因为他在里面的那个剧情又是呃，就是说华裔美国人，所以他真的是中文、英文，然后粤语不停的夹杂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就想说，哦，真的是。 这部电影这是给谁看？你想说你会有点惊讶，说他这个设定跟他 target 是谁？因为就是你会以为这是一部 B 级片。你刚开始看，想说这个感觉是一个很猎奇的 B 级片。但是你随着剧情走向，你就觉得佩服他的那个剧本到底是脑洞大开，真、就、的是四个字“脑洞大开”才编得出这样的剧本。它里面就是设定是说，哦、呃，你要得到一个，比方你在这个宇宙，你想获得你其他宇宙，就是多重宇宙的另外那个一样是你的身份的他的能力的话。 你必须，他就会给你一个指令，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很猎奇的作为，有反你平常会做事的。比方说，你要吞一个钱币，我现在乱举例。我想里面就有什么要吃口香糖，那是别人嚼过粘在那个桌子底下的口香糖，你要吃掉那口香糖，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就是你在别的宇宙的同样是你的的超能。力。比方说你在别的宇宙你是个舞者，你就可以获得那个舞者的能力，就类似这样的安排。那里面就是当然有些，就是你会讲说。 Excuse me 的那种设定，比方说要尿在裤子上面啊，或是当然有些爆点我就不爆雷了，然后吞一些东西这样子，你就想说傻爆眼，然后在里面就是有些真的是尺度有够大，就是你会讲说不可思议的这些设定这样，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他的剧本安排跟他的编剧那些搞笑梗，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到底是刻了什么东西才写出这样的剧本。 现在第二个看点是那个用搞笑糖衣包裹的鸡汤电影。这部电影大家说，大家看预告想说这是个搞笑电影吧？又看到那个杨紫琼在海报上额头贴了一个那个假的眼睛，我说这是搞什么？可是我想你实际看完电影之后，你就知道说它其实用个很搞笑的糖衣在包裹一个很鸡汤的。 亲情电影，但讲到这里，它真的是搞笑居多了。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内容，就是在阐述说，在美国的亚裔的母亲，就是亚洲人，但是他在美国生活，他等于是跟那其他亚洲国家的母亲一样，就是一踏入婚姻之后，有了小孩子之后呢，他就把他人生的重心。 归于他这个家庭，等于是奉献给那他们的家人，然后那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概念。但是这部电影就在反思说，这样的母亲，她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比方她在剧情里面，她踏入婚姻她生了小孩子，她就是一辈子就固定，然后当个全职妈妈，然后到中老年这样。但是她如果当初选择没有跟她老公在一起。 他是不是人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他有可能就会像他在另外一个宇宙一样，他就变成个大明星。可是他可能。 她跟她老公虽然当下没有跟她私奔，没有跟她在一起，但是多年之后，她再遇到这个男人，是不是他们的故事，这个爱情有办法延续吗？还是说她变成了一个大明星之后，这样的东西是她要的吗？就要有很多的人生反思，然后里面也有当然对她孩子里面的关系的和解，对丈夫关心的审视，在审视他们的爱情里面的这个就蛮多面向在讨论，但是她用很搞笑的方法来探讨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杨紫琼宇宙。这部电影真的是因为杨紫琼，所以相对成立。如果今天去找一个不是那么有名的亚裔的，然后美国演员的话，你就觉得就是跨北都可以。因为杨紫琼对亚洲人来说有种代入感。他甚至他，因为最近可能她他,他即便就是在好莱坞打滚多年。 从很早期的《卧虎藏龙》啊，到前几年的那个亚洲超级富豪，其实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不管是东西方，对他这个演员都蛮有就是记忆点的。你都可以知道说他就是一个巨星，然后他也演过很多电影，所以你不会忘记这个人物。所以当他来演这个角色，里面有所有的多重宇宙，他又致敬了《卧虎》。 《藏龙》里面的那个很经典的于秀莲，那她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Evelyn，然后中文叫做秀莲，其实也等于是有点致敬了。那她在里面除了她在这个宇宙里面是个妈妈嘛，但她在这个其他宇宙里面也当女明星啊、厨师啊、京剧演员啊、玩偶啊，还有一个很猎奇的东西我就不报雷。把她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的角色，都是都是杨紫琼扮演的，但是她在不同的宇宙里面，她后来就串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电影的看点之一，因为你有看过《卧虎藏龙》，或是你对他其他之前的角色，你就会哎、欸，就可以觉得哎、欸、有点共鸣，有点有趣。接在第四个关于说看点就是呢，《月光光心慌慌》里面的女主角杰米里·寇蒂斯。 你就看到是里面角色，人就有点认不出来，因为戴假发，然后身形又有点让你疑惑。那当初这部电影就是出现一些剧照的时候，大家讲说那个杰米的那个肚子，就他里面有三层肉的大肚子，但想说那个是戴假肚子吧？不是真的吧？后来事后接受一些电影访问的时候呢，就说啊，没有啊，他真的把自己吃成这样子啊，那个是真的肚子。他说：“你看他肚子就是我的肚子啊，他就把自己弄丑。” 然后吃肥就是为了符合剧中那个角色的设定，我觉得非常的专业。那里面的另外一个算是比较新人的大反派，就是演杨紫琼女儿的这个角色，叫做朱巴图巴基，就是里面的坏人的名字。那在里面就是也是造型非常的多变，那已经多变到想说哇，他真的是在开服装秀吗？他的衣服出来都是很夸张、很浮夸，眼妆也是有够浮夸的。所以你就想说，哎、欸，这这部剧的那个美术也是蛮厉害，什么搞到这样的？ 就是衣服，然后装法也是蛮有型的啦。那这也是个看点之一。第五个看点呢，就是关继威。讲到这里，说实在的，我之前刷新闻稿说关继威，我真的也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对他真的也是不熟，他呢其实算一个很资深的演员，然后中间他其实之前也是在好莱坞打滚，很早之前就是就在好莱坞就是当演员了，中间历经了一些低潮，然后他可能后续后来就退居幕后，前几年他就在各个电影里面当一些幕后的副导演之类的，他也是二零四六就王家卫电影的那部电影的副导演，那事隔二十年，就是后来等于是有点隐居大荧幕后了。 他在今年呢，就因为这部电影，然后他又等于是重出江湖。为什么他会重出江湖呢？就是刚刚说到前几年不是有一部《亚洲超级富豪》吗？ 这部电影就是主打全亚裔的演员，所以也让这个当初在好莱坞打滚好一阵子，然后后来因为就是那没有相关的，他说没有成年人的亚裔角色需求，那个年代啦，就是二十几年前，他后来就等于有点推举幕后。但他看到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就很开心，说哇，原来亚洲人也是可以演到等于整部片都是亚洲人，所以等于是有市场的。 所以后来他才鼓起勇气，又开始试镜啊，开始哎，又、欸、投入那个幕前的怀抱。所以他这部电影又重新的回归大荧幕，跟杨子琼联手演出《妈的多重宇宙》。它里面还有个角色，就我说不是里面是多重宇宙嘛？它里面其中一个就是男主角的啊、呃，这个关继威，他在一个多重宇宙里面就是饰演他那个二零四六里面的呃梁朝伟的那个角色，所以他等于是。 等于装扮成员，像梁朝伟在《二零四六》里面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啊，跟整个风格跟色调，所以就种种就有很多电影的致敬跟彩蛋，蛮有趣的。那这部电影整体看下来，我真的不是会推荐给所有人，就是你必须吃得下这种电影。你本身如果是喜欢那种很标准英雄片，或是好莱坞浪漫电影，或是动作片的话，这部电影我不会推荐给你。 但你本身如果是就是对看电影这件事情你没有太多的设限的话，你是可以很耐住性子看电影的话，这部电影长达两个小时和二十分钟，但是虽然看下你不会觉得有太冗长，因为它的。 剪剪的节奏非常的快，所以你不会觉得有那种拖戏，会觉得啊、哦、快睡着，没有这回事。但是你必须要能够去理解这部电影他想要诉说的东西，是需要一点消化跟就是你必须要懂得他的电影语言的东西。你看就真的很荒唐，很跳，但是你就自己要去串接那个多重宇宙。我看完的心得是觉得蛮有趣的，可是我不会推荐给所有人。如果你问我好不好看，我会告诉你是有趣。至于好不好看这件事情，真、就是留待每个人。 真正心得不一样。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它是就会归在猎奇，所以他当初在金马奖的奇幻影展当开幕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它真的是奇幻，它非常符合这个名字，就是很奇幻的一部电影。好了，再次推荐给你。那关于今天的主题，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想要分享的话呢？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快去按赞订阅。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不管是片商啊、餐厅啊，或是你想介绍任何啊、呃、卖东西也好，在资讯栏我有信箱，或是你可以叫我 再去私信跟我联络。最后，关于说，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或是用 Apple Pocket 收听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去打评价，或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心得，我都会去看哦、喔。好啦，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喽。